我现在先向诸位介绍一下，在这次会议上面新当选的本届政府的副总理，是李南清副总理，钱其琛副总理，吴邦国副总理，温家宝副总理，这是新任的副总理，大家鼓掌欢迎哈。那如果下一个总理不是这种的话，你觉得他在哪个方面应该向你学习，在哪个方面不应该向你学习？至于我本人，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的工作以外，我没有什么优点，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，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、捶板凳、瞪眼睛，那更不要学习我。对孙基总理本人的工作如何评价？孙基总理啊，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领导人，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。至于我自己，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，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、有主见、敢负责的人。